生都很爱漂亮，她自己很爱漂亮，那她可以接受我们化妆打扮等多久？哦，军师，果真是军师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小地方就可以知道他的耐心，对，而且是每天哦。如果你们将来有结果的话，经常性的，对，对不对？经常性的，嗯，我觉得这不是问题，因为你就算打扮了三个小时都可以。但是我们譬如说约七点要吃饭，六点要出门，你可以中午十二点开始化妆。那是你的问题，没有，你不要 delay 到我们后面的正常的活动，懂吗？好强势哦。对，就是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不能迟到。常常因为这种状况会迟到，对，这个很常发生的，啊。那我会先跟他沟通，跟改善他，甚至我会好爱沟通，我会改善他，沟通才是改变的开始啊！要改善我，而且要不然我就打电话告诉你说该准备了，我会知道你化妆时间要多长，我就会打给你说，哎，该准备了，对。我会先提醒你，我可以提醒你。那其实我还蛮爱迟到的，啊，那你可以忍受在我家楼下等我多久？好来来来，好，那个没有办法再聊，又爱生气又爱迟到，还亮着灯。佩琪，我想询问一下，你的工作除了公关，然后还有演艺事业吗？那这样子，你居食屋的资金是怎么来的？是爸爸帮你出还是自己存钱来的？哦，不是，哎，我从国中毕业开始打工了，所以我绝对不是有靠爸主，对，都是自己一点一滴存钱，因为我从小就爱存钱，对对，不是靠爸主。哎，不要嬉闹好不好？你们两个人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要嬉闹。对，这演艺圈真是不正经，你看，来讲话。我还蛮喜欢跟姐妹去吃下午茶。那我比如说，我想要去那种很蕾丝啊、很公主风的店，跟一群姐妹喝下午茶，你愿不愿意陪我去？又爱生气，又迟到，又喜欢蕾丝。公主的下午茶，你愿意参加吗？愿意啊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啊。对啊。那如果主题公主风，你愿意吗？什么风不是重点吧？什么意思？你叫她也穿了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主题，就是今天是公主风，大家穿得很美。没有啊，那跟她有什么关系？你们穿美美的不是很好吗？你可以配合我一起扮成王子吗 ？Party 的 dress code 会啊，可以接受。对，我以为他说喝下午茶。对啊，怎么可能啊！啊，不要不要，气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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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！下午茶也有啊。下午茶谁穿 dress code 去的，啊？就是说，比如说今天名媛风啊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今天公主。旁边那位说下午的茶会，他给我你穿什么？我不能告诉你啊，太惊了。你也是，等我变成你的公主才告诉我。我又没机会站在那儿。我跟你讲，你军师找错了。对，我又没机会站在那儿。好，还有问题啊，演员。就是你刚刚说你会跟前女友当好朋友啊，可是那我想问的问题是，你有曾经吃过回头草吗？懂意思吗？懂啊，懂。哎，请说。有啊，可是那是在单身的状态下啊，就是分开了可能两三年，可是当时我们又是单身的。然后又有联络上的时候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跟你交新的有什么差别？这个你很介意吗？不是，因为如果他如果你分手以后啊，那你还有可能再在一起的话，那现在当朋友的话不会有一点危险吗？表示说这个人还是对你来说是有可能的。不一样，那分得很清楚哎。哦，那是因为单身的时候才会再跟他在一起。但如果不是单身的话，会保持距离。刚刚好像有说到一个这个问题嘛，就是说，如果现场哪一位成为他的公主，你介意，他就可以不联络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有过这个问题嘛？啊，对，对不对？他有点犹豫，对，他再犹豫都没有那两个鬼祟。真是哎，以后搞什么什么？我的问题都很有建设性哎，我非常有建设性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哇，假音都出来了，来。就是如果我真的变成你的公主了，可是有一天你在烧烤，他有点鄙视我的笑哎。他还是我？他？我也是啊。来问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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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问问完问完，要勇敢表达自己，嗯。如果你坐下，你太高了。那一个照头，一个照不到头。就是。如果那我们已经交往了吗？那如果你在烧烤店遇到你心目中的女神，嗯，你又很爱她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不是啦，是，不是吗？遇到你心目中的女神，然后那个女神刚好也对你释出善意，有点暧昧，那怎么办？哦，针对这部分，刚刚影片其实有解答了。最后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有就是类似择偶条件？我完全没有讲到外形的部分，我讲到都是内在美的部分，就是因为。从小到大，从以前是外貌协会，到后来
交往过几段感情之后，发觉其实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其实吸引我的不一定是他的外貌，我觉得是他的心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再漂亮，你不了解他的内心，他也不会成为你的女神。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懂了。嗯，这问题还算一般肤浅。还有王子的推荐。其实哈，梦想哈，从小啊，我就看出来他有一个特质，啊，哪怕非常的节俭，但是一个非常愿意吃苦的人，他木讷内敛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不等于他思维哈很迟钝或者什么哈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，他喜欢的女孩子是肯定第一个要陪他一起吃苦。如果有个女孩子真正能体谅他、了解他的话，陪他这样一路走过去的话，他是一个非常珍惜感情的。姑且不论他父亲对他的观点，最少他是一个这个，他说你是比较木讷、比较内敛。嗯，你们会因为这些原因灭灯吗？我是因为回头草这件事情才灭的，我还是很无法接受。他已经有这个潜力了，那充满了危机，你会觉得不安心。信觉得呢？我是完全不联络，完全不联络，完全不联络。不是吗？那别的节目了。现在剩下四盏，所以我们要进行王子的选择。你知道这个部分吗？哈，我知道。现在我们就要请王子做你的选择。梦想对吧？你是选 Ashley 还是信？好了，剩下小柔跟 Ashley， 你要问他们一个问题。你的问题是？我的问题是我有一点洁癖，所以我一个习惯就是说，我一定要洗干净，换了干净的衣服才能够上床。那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，就是关于洁癖的一些小习惯？你要不要干净？然后有什么小习惯？哇，你来对这个地方了。我们这边女生都很耐脏的。眉毛，可是这两位我不晓得。我必须诚实的跟你讲，我房间真的很乱，乱到我妈妈都想要拍照公布给大家看了。检举你。可是，我有一点跟他一样。我的老师高兴一直觉得有异味，他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。没有，可是。我上床前，我就算我回家很累，想要先睡一下，我一定把身上脏的衣服都换下来，然后换上睡衣，然后头包着，因为怕头发有喷胶，所以头包着，然后再去睡一下。不洗澡，床会干净。不洗澡换衣服，没有，就先睡一下，等一下会起来洗啊。我帮你分析一下哈。天哪，爱生气，会迟到。我只是蕾丝下午趴，怕自己包起来不洗澡。没有，不是。我帮你按了。我帮你按。你把自己包起来，那个我马上浮出那个 CSI 的画面呢。就先眯一下，两个小时以后就会起来洗啦。我怕你一眯眯了八个小时。对啊。就你想，哎呀，哎呦，刚好我就这样去上班了。不会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以前的程度跟 Ashley 其实真的有得比。哇！但是自从我养了宠物之后，因为它就像我的小孩一样，我不希望它会在家里面跑，所以我会很定期的两天，现在就会吸一次地。但都是因为那只养了这只宠物之后的关系。好，家里很干净，因为宠物。对，是。那你本身洗不洗澡？我本身洗澡出门一定都是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。现在到了王子的决定的时候了，在两个脏鬼里面，你要灭掉一盏灯，然后牵一个人的手到中间，接受大家的祝福。王子的决定，请开始。
你选择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干净一点吗？对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。好，所以你这个我们确认一下，就是回家就算很累没有洗澡也会先把妆卸掉。没有啦，我你连妆都不卸啊？我现在回家都有卸妆又有洗澡了啦。哦，那比他好很多，对不对？很多了。哎呀，我好说一下王子吸引你的地方。因为他刚才说他除了那间那个餐厅之外，他有一个工作室跟我很雷同的，就是平面拍摄的这个工作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很多地方可以互相学习，或者是很多话题。除了他比他干净之外，还有什么地方吸引你？就是我觉得问题没有很多。你是选问题少的，你这个人真的太会讲话了吧？不是啊，就是你问题少就比较不会啰啰嗦嗦的啦。我我怕再问下去，还没有在一起先分手。来，两位在一起去约会吧。你跟我过来。做不完的事情，在一起吧啦啦啦啦吧啦啦啦啦，然后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我就说啊，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，还是不要把自己所有诚实的那一面都讲出来。慢慢慢慢，对，留一点幻想，一步一步来，怎么办？又被你搞砸了。他自己问题很啊，都是你的问题啦，继续约会就没问题了。王子继续在约会，我们的新朋友贝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贝，身高168，体重45公斤，我现在是学生，然后我喜欢阳光腼腆型的男生。就像彭于晏一样，有心的人一定会找到他的王子。下一位王子，请出场。都会型男，风趣幽默，爆笑。